酒鬼酒馥郁香，本节目由酒鬼酒独家冠名播出。上海药皂，一闻就是健康的味道。万里走单骑由沃尔沃 XC60 指定播出，智慧豪华 SUV 亲历文化传承。剑寇村，哎，各位都来了，哎呦，来晚了，来晚了，王老师。帅长，听说您加入我们少年团，我们终于有世界冠军了。哎，我介绍，这是我兄弟，这个程永茂老师。老程，不是程老。您好。是我们瓦座兴隆门的第16代传人，8年已经修了2万多米长城了，人称长城修缮第一人。这么眼见的长城都有程老师的印记，是吧？这是咱们的国宝，一定要把它保护好。那永茂兄弟，我们能到长城看看吗？可以啊，好啊，可以啊。那咱们由着这段往上走，奔咱们那个四期的工地走。哎呦，心还是不怎么跟脚，这小布鞋肯定不行啊，踩石头就会硌。别着急，不着急，把自己的呼吸缓匀了。在剑寇长城，就这段平道是比较好走的。不走怎么叫走单骑啊？万里走单骑，走的就是万里。可以。陈老师，啊，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错。陈老师走挺快呀，会上会下，健步如飞。萌萌，你应该走最快呀。我那个，啊，我先保存一下体能，因为我还没有看到长城。哇，这是啥？这就是第一料场，料厂啊，用是咱们农用车啊，把这个料倒到这儿，倒到这儿以后呢，换成骡子，骡子有劲儿啊，它挺有耐力，它一趟能拖300斤。哦，咱们先是车运，哎，运到，然后骡子再运，哎，骡子运，然后再往上人扛，它不能踩踏长城，放到长城脚下，脚下，人在沿长城，好吧，好，走，好。加油，马上就到了。呀，陈老师，您今年多大呀？66。您是厉害啊，这气都不喘的。鞋不行哈，这小布鞋肯定不行。别着急赶他们，就您按自己的节奏，我们慢慢走。对。哇，哎，到了。啊，去吗？真厉害吗？你看人家，哇，真的爬出汗来了。陈老师，您每年要上来多少次？最少一周3次吧。您退休了吗？退了。这摊子传承我必须带队。哎呦嚯，我这滑。欢迎欢迎啊，嚯嚯，我们来了，欢迎，欢迎来到长城。离北京节还远着呢。这就是，这就是北京节啊，这点最陡的就70多。长城，中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发生在明代，1568年，隆庆2年的夏天，抗倭名将戚继光被调任蓟镇总兵，上书重修长城，自古被称为威岭雄关，地处边塞要冲的怀柔段，正是按照他的设计理念建造。蓟镇、昌镇、宣府3镇长城在这里交汇，让它自然形成了内外长城双边镇守拱卫京师的大格局，昂首于京北燕山龙脊之上。这张图就是咱们怀柔全境图，啊，这是东密云，西延庆，咱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儿，由这个慕田峪
到这九眼楼，号称箭扣段，全长接近10公里。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长城是咱们明长城。明长城。但是咱们最早修缮起源是2000多年前的春秋，烽火戏诸侯。春秋开始有的烽火台，到了战国时期呢，那就是七国争霸，相互的防御，在各家边界垒边墙，当时叫边界墙。秦皇统一灭了六国，他把七国的边界墙连线加固，当时他修的时候呢，就达到万里长城了。他修完万里长城，当时要边墙，他给证明改一下名，管它叫长城，长城达万里。这个由北京节到154到162，这是咱们四期的修缮，是1678米，有8座敌楼。现在咱们这期修缮在一二期基础上借鉴的考古最小干预四元的原则，在咱们这段体现得更好。嗯，这段呢，一会儿咱们要看的时候呢，就是能看出用绣花的精神把这旧砖给拼出来的。陈老师为什么能在18年在长城上一直工作，就能看出来他特别有激情。对，他对长城特别热爱。对。一会儿呢，咱们分一下组。咱们分别的欣赏一下咱们修缮的情况。您说哪边是比较？这边比较陡。陡，那我去这边吧。我也可以适合去陡的地方。行吗？哎呦，就是有质疑啊，韵姐。是，行吗？质疑是对的。恐高。这个是我大徒弟，叫张凤鸣。凤鸣老师，老师好，老师好。那就是由我这个徒弟带着这组向南走。好的，师兄好啊。咱们这边。好，行。回头见。好，回头见。好，行。真热呀，我们慢慢走。就是这段的亮点，你欣赏这个，你别给我这修太快了啊！拿出这绣花的精神啊，对待这个，这叫文物，对，国宝啊，世界遗产。哎，最后你修完了，给我像没修啊，你就合格了。对，你踩多少年也没事儿。对，最大限度的保留它历史信息，能不给覆盖就不覆盖，是吧？是，对，这很漂亮，都是拼的，真漂亮。我走到这儿都特别欣赏这东西，真好。这砖多少年了的？这砖600年了吧？妈，600年的砖！你看这点就不好走了。这个是你们修的吗？对，这都是重新修复过的了。这是修复过的？对，都是修复过的。就故意弄成这样吗？对，因为它上面就是面层砖了。我之前以为修复的就得跟原来一样，它面层砖全部要铺上去，其实是不用的，只是它不剩水不存水。对，这次修缮的理念就是这种理念。这张图我说的五随做法，这是一个随层的一个详图。这块墙坍塌了，要把它砌上的时候呢，和两边你得把这层的随好，还有是一个一个层，对吧？你不能错牙，不能这儿高那儿低。这个是主要在灰范那控制，你要下边范大，这是瞎范了，就不行了。这叫什么呢？这叫新墙老墙，接茬直顺，接茬直顺，拉线桥活，灰范均匀，灰范，你就是灰范均匀，你才能达到这效果。这是通过灰范来调节高度，你不能出瞎范，错茬。第二个呢叫随坡，就是上下起伏变换啊，就是边墙环境起伏不定，随坡就坡，灵活掌控，这样看才美。你看这个起伏的变化，这叫随坡。随坡，这叫随弯。那边墙，那不就弯了吗？这是这样过去了。随坡就是高低，高低，这个是里外弧形。用这么几句话：边墙曲直。因形而变，随弯就弯，就靠灵感，就靠咱们师傅多年的他这个经验，也艺术，他的熟练程度，他脑瓜子文物意识的高低，咱们才能把这活干好。这就叫不改变文物原状。对，
哎，这张图这是随旧，这个随旧用这么几句话说：长城修缮，随旧最难，新旧难辨，满分过关。满分过关。新的旧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这个满分。这张图呢，就是咱们这楼子里这个随旧的经典，颜色一致，你根本看不出来。还有一个随残，就是地面残状，半砖拼花，长城修复，做残讲究，绣花精神，展现古朴。这个是我的总结，这五随，每个随都有四句话，对，把它概括，对，一会儿咱们就体验这个这几些东西。好，走，那往上吧。走。小心，小心，小心！这不能拽的吧？啊，不能拽，这个不结实。好，一二走。哇，你慢点啊，那门子低。哇，师傅您好，您是在修什么呢？现在？这是他现在正在替补这砖，这个叫拱券。拱券，对。它这些等于是有一些是坏的砖，对，您看这点就是原来它晒水啊，它这就腐蚀了。哇，它这个踢进去放进去是主要是把这种白灰要放进去，对，然后有那个防水的作用。对对对。哇，哇哦，您是每天都要上吗？对，每天都上，我们是早晨5:30到下午5:30。那你们中午吃饭怎么办？中午吃饭，您看刚才那楼子里边嘛，就煮点方便面呢、面条啊，加这主食馒头，我得加下边。早上谁吃用多吃多少就带多少。您还在前面走吧，慢点。恐高的人是不能往那儿看，我只往我脚下看。哇，你们每天是这么往上上吗？是啊，天天这么走啊。那我怎么觉得您好都不用手了？我们是走熟练了。这是最险峻的吗？这还不算险峻，还得再越往上也险峻。妈呀！张老师，就这条路你们修什么了呢？你要这么问，就证明我们修好了。就是您脚底下踩的，我们都已经修过了一次。这些石头是你们把它等于是原来是松的，现在给它夯实了是吗？对对对，现在专家的理念就是要告诉我们，修完了以后要像没修一样。张老师，那你们成功了。对。咱们这点基本上是60度，再往上爬是70度，到北京街就得是80度了。妈呀！哇，有人在负重，他们在往上运石头。这是运的是方砖，35斤一块，一人背两块砖就。妈呀！那我们继续走了。咱这点就到70度了，过去这踏步您看多高？这是一个踏步、啊。对，一个踏步，就这种高度。从这儿。对。您假装往这么走，对对，您那种直走。这是攀岩啊，我觉得。跟攀岩差不多。别追着周老师走，往这边走走好走。这边对，走这边，走这边看吧。感觉有一点怕踩不住啊。真的挺陡的啊，太陡了，不能往下看，只能往上看。我已经没声了都。我们登山都这么难，何况你们还往上运输石头，我就简直了。就是，真的是。就是。啊，太伟大了，做的事儿。我觉得不用修了。你过去古人都能修，咱们有啥修不了的？再往上，我准备把包放下了。你还想往上吗？我觉得我很难上得去。姐，你这一步顶过2步的了。可以了，前面是平台了，走吧。真的太难了。哇，真的太辛苦了，师傅，你们太累了。师傅们很了不起，你们太了不起了。
我爬上来都觉得已经到人生的顶峰了，你还要负重，太感动了。两块砖70斤吧，太厉害。你看修长城没有年轻的，都在50-60岁。这位师傅有多大年纪了？大叔他背着砖上来的那个，63，62、63吧。真的，你们就是勇士。特别是背砖这活，主要是运量，特别的不容易。对，我们走的时候都是这么困难，你们修的时候每天走的这么艰险，然后人还要再往上背，太难了。主要是对修长城有一种爱好，他对。对长城有感情的修长，这种使命感多强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来和两下。狮子这样，对，翻一下，就是这意思。这样是吧？是这份使命。看您还真是内行。我觉得弄得还挺专业的。挺专业，挺内行。我自己家房子也是我自己砌的，不是不是，没有这块地，干脆。你看那点就80度了。我现在是骑虎难下，我跟你说，我先吃块糖，防止我低血糖。害怕，脚底下直软，腿突突，我不是累，我是腿就是软，你知道吗？就害怕，我爬不了。真的假的？真的是，就我上，我就腿特别软，我特别容易就是下肯定是下不来了，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难受的。但我是怀疑我站在那里边我会恐惧。我的腿我下不来呀、啊、这西大墙相对来讲是比较完整的。对，你看咱这点这回做的时候太滑了，哎，咱出点小鱼鳞，哦，大家踩着还多舒服啊、哦、不摔人。您说长城这有5种砖，您瞧这个方砖、城墙砖、城帽砖、在建口的砖、排水孔的砖，是吧？5种砖都能看到。还有水槽砖。那这是什么砖啊？这个？哎、这个砖呢叫文字砖。文字砖有文字啊。就是当时在修建的时候呢，有分左部、中部，兵营的番号。哦。他呢修这段墙的时候、他要在山下就地取材烧砖啊，他把他这个番号给刻在上边、有左部右部，这好像是山东、左是吧？左右边、这是左字吧？这段墙、这段墙是他那个烧窑的这批、批号烧砖的砖号、那责任制啊，责任制啊，它的质量啊，得他保证的啊，对对对。是这么一个另外这个砖呢叫墙帽子砖，这个砖里边呢有一个空的一个洞，减轻重量，减轻一重量，烧砖的时候又省柴，容易烧透。咱们这个古人呢，减轻重量，很有智慧，他也以人为本。对对，这挺好的这个程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看你刚才说那个砖都很重，其实修长城很费人力物力。说为什么要修这个长城，到底划不划算啊？秦始皇他修长城是不是文武大臣反对，他都给否了。他考虑就是说，修这个长城的钱要比养兵、战争的损耗、伤人对要比他小多了。设了他以后呢，就等于有一个震慑，对，震慑作用。他不是为了打仗而修长城，是为了不打仗对修长城。最后实际上咱们明代长城修完了以后变成了一个农牧两种不同文化融合的一个缓冲地带。缓冲地带主要关口就成了一个贸易通道。贸易通道啊，这也是一个咱们民族团结的一个纽带，也非常有意义。长城是汉北和平的，它是咱们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一个捍卫者。咱们现在在师的哪儿呢？就天梯下边最矮的平弯到这个两个小楼子那两个这两楼子这点这段是429米，现在做研究性
修缮，把考古做在第一步，出成果以后呢，提供给设计，设计按着考古提供的方案和他那个报告进行设计方案，设计完了以后再进行施工。施工这块三个阶段分得特别清，这次呢专门就是拿出来要考古研究长城。这就不仅是土建工程，它是研究性保护项目。对对对，建构长城10公里，到现在四期完了，基本接近1%。哦。陈老师，这边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天梯吗？这看天梯就已经很陡了。啊，那边左边那个很陡，真是。那个现在都感觉70-80度了。天梯顶子上面顶了一个叫146地楼。那个小的。最低点叫箭扣，看来箭扣好像两边有路，它是中间一最低点，最低点，哎，有满弓扣箭，弓背这么一个山梁，哎，特别有意思。右边的最高点就是这个正北楼，正北楼，哎，就是这个最美的楼子，就是它。那正北楼和这边高度差不多吧？啊，高度它高，好，正北楼高，左边这高，左边那高，比北京街还高。啊，这一溜都有名字哈，都有名字，对。哎呀，这个一览众山小啊！一览众山小，那那边一都是山啊。哪个？哎，那个他们是不是在那儿呢？咱们喊他一下，喊一下，一二，韵姐，毛毛，啊，您还是最好戴上手套。我怎么觉得手套让我觉得不安全呢？是吗？哎，好了，这点就80-90度了。相当于垂直的了。不能往下看，往下看腿软。别往下，最好不往下看。我现在特别能感受到“不造长城非好汉”的话怎么来的，就是真的是靠你自己这么陡峭的爬的。你看这点就没办法了，能迈小步就迈一下小步，你看这脚搁这儿，这搁这儿，这搁这儿，那搁那儿，这么你就上去了。有时候迈步太大了也不好。眼看着真的是不敢，这脚蹬稳了就没问题。哇，胜利了，咱们终于登顶喽！终于爬到胜利了，北京节了，胜利了，好厉害，好厉害！觉得很震撼，那个时代在山顶上建这么长的一个建筑物。当时爬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修长城搬这些东西再上去，太难了。你看多了不起！呀，特别安静。我觉得在高处看真的是不一样，这长城太漂亮了。而且我很喜欢这种修旧了以后还是旧的，像现在这个，我觉得修的特别新。我从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没有这个好看。
这个能看到很多很多时间，看到时间，看到历史。我爬上来，如果我看到的不是这个，我看到了崭新崭新的现代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一趟就不值。白爬了是吧？对对。您尝一块这个，我早晨起来家老伴给做的干粮。哎呦，您尝一块这个，我先来一半，我把你尝。老伴儿早晨先做的，嗯，好吃。就您这五水啊，您要不讲，一般人看不出来。长城修缮那么多学问在你们那，那么多经验在你们，不是说拿砖把那个什么水泉修。长城啊，一个是对他的感情，一个是责任，你修不好，你给后人要留什么东西啊？你修不好是罪人。咱们这伙人特别稳定，咱们叫传承群体，都干14-15年以上了。对对对，来40多岁，现在都50多了。对，修古建就应该这样。他50多了，也不走，干的不辞辛苦。从这个情感上说呢，他说回到老家跟儿子孙子一说，我保护城修长城的，他自豪着呢，对，是他一种自豪感，几辈人都是自豪，有敬业精神，有责任心，吃苦精神，有责任心，自豪感，对，哎，这最重要，全都融织在一块儿。那咱们开始干活了吧？干活了啊。一人选一个师傅，咱们实际操练一下。好，那我就选您，我得跟着您啊。哎，那行那行，太快了，打我个措手不及。那你抓紧啊。那我去找骡子。那你就找那个华子哥啊，可以找华子哥哈。你就有点向下走。好，哎，回头见，山上回头见，回头见。哦。呀，嘿，嗨，老善，您这了不起，两边都爬了，辛苦了，辛苦辛苦。哎呀，爬了两边，爬到点了吧？哎呀，就是似爬非爬吧，就是已经很努力了。手脚并用，手脚并用。这个找您汇合来了，我也得选一个好师傅。哎，季师傅，季师傅好，季师傅，您的手艺是什么？就是修长城的，砌砖，铺砖。完了是勾缝都行，基础是瓦工的基础，对，就是瓦工，我就是瓦工。那咱们就往前走，走走走走走，您慢一点。您干多少年了？10多年。十多年了。那您最早是为什么选择做这工作啊？哎，最早也是经过朋友介绍过来的嘛。又干又上瘾了，有一种使命感是吧？对，我刚好给你砌一块，给你表演表演。砌一块，把灰把调均了。打灰，弄平，弄平。看了吗？它这个弯随它这个弯走。刮掉一朵灰，拽这缝上。完了这边敲石这样。让它随着这个走，知道吧？这层就跟内层要平的，对对，跟它平着走，斜着走，它不在那说是溜平，它就随着这弯走的。对，你看，随层、随坡、随弯，随弯。好嘞，哎，就这个意思。您来，少了，少有，再来，打这个灰够的一个砖的这个量，长度吧？长度不够，你长度你看了吗？到这儿，明白意思吧？你大概得离着眼睛跟手。得必须得看好，好，然后就把这个再打上，对，差不多了，这过程了，对，差不多，然后我再拿块砖是吧？对，哪边放上？挑哪边就搁哪面，搁这边吧，那边，我看你这边缺角，缺角了，这样你瞅着啊，您看，一揉跟它几乎要平了吧，是吧？哎，完了拿这个锤子去了一敲，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他首先是很热爱这个建构长城，手有技术有绝活，对，真的是兢兢业业哈。现在这个可以把这层给填炫填上，我来，来来来，瞅瞅多宽，那宽度让它合适。照人瞅着就多宽，对对，敲多宽，对，来了，哎，可以比登一下，对，顺着哥。
对，一哎这么一揉，跟它几乎平了。对，哎，这也是。对对对，平了，拿锤子再砸它一下，砸它一下就实诚了就。我给您砸两块吧。好。哎，这个好吧？对，这个好。这是真板正。板正。好像是这样出来一点好看是吧？这就叫复残。哎，多打点。嗯嗯。哎，来吧，学习勾缝手艺。来，给你们演练一下啊。走一下。嗯。嘿，你还别说，这样一下就好看了哈。对对，精神了。主要在工具是吧？对对，主要因为必须得有这种工具。手好不如家伙妙。好看，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活干差不多了啊，今天咱们收工了啊。好，好，十八凳入云端，十八凳入云端。莺飞倒仰猴难攀，莺飞倒仰猴难攀。山高到底有多少？山高到底有多少？一个六兽滚三天，一个六兽滚三天。华子哥，哎，兄弟，快点，这可几点了？你还不赶紧的？要下班了，那可不，咱俩再弄一趟，行吧？行，快快，咱俩先捣鼓这个。哦，让他跟头了，你也跟他熟悉一下，行吧？他是谁呀？大黑。大黑。啊、嗯，是黑哈。嗯，这沙能搬动吗？试试呗，应该能，没问题。哦，这么沉？哎呀，快点快点，这多重啊！快点，60斤吧。玉。哎，这太重了吧！我来。你也没扒拉下来。哎呀，我的妈！你没扒拉下来，我刚扒下来，我已经顶上去了。他能驮几袋啊？四袋。这一袋是多少？70多斤。70多斤，四袋，150公斤就两个我了。对，这好干，没有啥技术含量。只要你有劲儿就行，就是需要很大的力气。一天就这样，特别枯燥这个活。是啊，好累啊。你靠边吧，你靠边。我靠边，靠边。对，哎，靠边。哎呀，我，他自己就走吗？对，待我一声令下，全出发。啊。那个行吗？哪个？那能搁上吗？第二个？第二个放不下去。我这放行吗？你那不行，你搁这。我来，我来，我来。华子哥，你太有劲儿了。哎呀，为了生活呀，没招啊。太厉害。没劲儿也不行啊。我来，我，行嘞，走，哥们儿，这回你咱俩跟后就行了。好，走了，耶。你回来，嗨！他怎么吼能上山啊？吼，吆着，呀，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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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简单啊！呀，我说这活还挺费嗓子的啊！好嘞，华子哥，你这一天上几次啊？平时骑不踏，真厉害！我现在是走一趟半，我都不行。赶紧着吧，几点了都黑了，快，快，快点，快点，快，加点紧，后边回去吃炸酱面去了，快点，小周，生都到了，咱俩还这傻子这走着呢，还，快，快，快，你弄他也甭管他，上那边歇去，好，太慢，这能挣着钱吗？这，快点啊！谢谢了，是吗？几点了？哎呀，哎呀，哎呀，洒了，洒哪了？没事，白瞎了。没事没事。你们年轻人呀，得多锻炼了。多锻炼，多锻炼。怎么样，今儿一天？好累呀，华哥。好累。行了，这就下班了，咱俩。下班了是吧？下去，咱俩吃点好的去啊。行。行吗？我先走着。
快走，快走，快走，我要回家。慢慢的啊，道有点滑。好，回家了。华哥，哎，我这腿要废了。没事，咱俩坐三轮。那个程老师说，这里养骡子就只有两户，嗯，是吧？你就是其中一户。一户。那这基本上，这上面的砖都是你拉上去了，是不是？从2017年修鹰飞道养，嗯，到西大墙，从九眼楼往下，到将军守关，修长城是一部分，还有那景区。无情的岁月摧残了我，敬佩你。走吧，走吧，走吧，下班吧，下班吧。走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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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嘞。下班了。了不起，这手上全是茧哈。是吗？嗯。这一趟我都累得不行了。哎，慢慢你跟我爸就习惯就好了。哎，来了，来了，哎，来来，新手的，再来一位。在哪儿坐呀？随便，愿意坐哪儿坐哪儿。人不够啊，还那谁？给啾啾。来吧，那咱们吃饭吧。哦，来嘞，一大盆，怕腾腾能吃，小凉菜，拌菜，炸酱啊，这些小菜齐了吧？娃子，哎，娃子来了，啊，哇，炸酱面啊，这是菜码，这得先搁那个面，对。哎呀！来来来来，谢谢谢谢师傅，再来点，再来点，好，谢谢。来点这个吧，我就来点。好，来点。你吃蒜吗？吃吃吃。来。怎么样，你老咸白啊？嗯，正好。好吃好吃。好吃。哎，师傅，咱们这个干了一天活，给我们点评点评啊。今儿个通过这一段实践，老单呢同志，做的还行吧，还凑合，不是那么特别圆满啊。因为什么呢？咱们修长城这得有一个熟练过程。对对对对，最少你不磨合一个月，你找不着这窍门。我顶多得一感动奖。哎，对，就是我给院长打一分啊，能达到65分，你们一天真的65分，哎呦，及格了，哎，用心了，一点面子也不给，65。哎，另外王蒙是吧？哎，真是像那么回事。嗯，这块砖26斤，这也相当不容易。对，我干力工还行，来回搬砖来着。因为你看她是一个女生，嗯，是吧？那手也不错，咱们今后有机会练她一个月，行吧？行，啊，好。万里主把这个王蒙就留在这儿了，对，和季师傅接着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给蒙姐也打一分呗。哎，别别别。对，季师傅给她打一分。你给我徒弟得打75分的。哎呀妈呀，75分，75分，那你比单老师强。你知足吧，啊，知足知足。我非常知足，主要是我比您多10分，就是够了。还比我多10分呢。待会儿让咱们华子给咱们你今天带这徒弟评价评价。我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吧。他就干这料，干这料的，还不错。哎，今儿表现不错啊，给一分，99嘛，99，太棒了。
真的太带劲了，太棒了，再来一碗。就是比劲儿上差，稍微差点，就装东西没劲儿，认了。我是觉得这些老师们真的是不容易哈，每天要这样上下，这个一休就十几年的时间就过去了。确实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次有机会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些师傅们的劳动成果，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跟运动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就是每次我们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第一在我们心目当中首先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嗯，然后呢还有你这份使命感和责任感，它其实真的不单单只是你每一天的一份工资的问题，对，一样的。所以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我觉得真是中国式的坚韧，你瞧老师带着这团队每年无数次的上咱们的城墙，用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维护长城，可能一辈子还修好几十公里的长城，它体现出长城精神，自立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嗯，是非常感动，谢谢各位师傅，谢谢师傅。哎，山县长，您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此处应该有酒啊，有酒。我们这不是有酒鬼酒吗？来，敬师傅们。老师们，给你们斟上。那我们今天，我们取长城的清风、适宜的精神，一起融入我们的酒鬼酒，以富裕匠心、致敬祖先的智慧。我们干一杯吧，好不好？致敬祖先的智慧，致敬老师们。酒鬼酒有文化，干杯！酒鬼酒好呀。您看，长城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那么酒算是两种不同文明的同一种载体。长城以南是谷物酒，从中可以品尝出中原文明的厚重；长城以北多是乳酒，从中可以感受到草原民族的奔放。就像老师们说的，酒鬼酒和万里走单骑一起走了三季，是啊，是以流动的酒文化守护着世界一地，能看出来一直有守护世界文化的情感啊。忙一天了，今天早点休息。华子哥，拜拜，明天见。拜拜，明天见。拜拜。钱教授，哎，院长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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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见了，是，好久没见。我给您手机发那个定位准了，太准了。长城那么大，范围那么广，现在科技发达啊，给您准确的发一定位。是，太准了。您第几次来慕田峪了？应该有好几次了，好几次了。但是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对，怀柔长城基本是明代的，是它在齐长城基础上建的，它的建造是非常坚固的，全是砖的、石头的。是整个长城里面最壮美，也是呢这个建造质量最高。是，其实它主要还是拱卫金狮嘛，在明朝的时候。对。哎呀，文物保护今天真是发展的也很快，是功德无量。你看昨天我们去箭扣长城，您一定去过。但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箭扣长城被归纳为野长城里头。就是因为它没有开放，是。但今天呢，叫整个长城变成国家文化公园，太棒了。那么这些已经开放的慕田峪啊、八达岭啊、金山岭啊，再有呢还正在修缮的箭扣长城一期、二期、三期，现在四期修缮快结束了。但是每一期修缮都有新的进步，是。比如现在呢，就是先考古，然后呢再制定保护方案，然后才开始修缮。从我们过去抢救性的保护，今天到了这个预防性保护和
研究性保护阶段，这个特别重要。加强研究，每一段长城其实都有不同的内涵，都有不同的它的时代啊，是它的材料、它的工艺进行研究。是，所以这个今天的保护工程，我觉得还是很大的进步。是。老师好，九州。上行上行，邵老师好，你好你好。我们考古都有什么样的发现呢？长城考古其实跟挖这些古墓的话，或者像三星堆，对吧？哦，是。这种它的差别会比较明显，就是说它不会出现那种特别让你惊艳的文物。惊艳的文物不会不会的。但是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搞明白它的建筑形制，还要呢搞清楚它当时的一些生活的场景。哦。所以说咱们现在看到的长城是一个历史层叠之后的一个综合体啊，就是它原来它是点状防御，它只是一个墩子，然后后来觉得俩墩子之间还得有桥，所以它就修了这个桥啊。这个是应该是你非常熟悉的家里的常用的设施，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这就是火炕吧？对啊，而且还有这个挡火砖，是这个是一个灶，然后这边是炕。是啊，对吧？看得很就很亲切，亲切很。其实这就是我们这次考古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就是说古人的这个生活就在这个地方，以这个地方为家，是跟这儿做饭，然后呢跟这儿戍守，这就很有生活气息，对吧？这就是这次非常就好玩的一个地方。来，咱这边还好玩的，走，慢点啊。好，这个宁可向左摔，不要向右摔。是，向右摔就开席了。开席。OK， 我们往前看，前面你会看到很多树根。这个树根就是生长在长城上的。那么你说这个树根我是留呢还是不留呢？如果要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就像特别的这种文物啊，我觉得可以留下。但是你不觉得你看这个树根长这么粗，你看不见根，那根去哪儿了？跟在下面啊？对呀、啊，在长城里，在里边呢。其实它会破坏长城，是吗？对，所以你说留还是不留呢？我又被说服了，我感觉不应该留了。那可是我跟你说，你不觉得长城上长着树会很好看吗？哎，你说的也是。你说照例是留。哎，你说的也是哈。你看长城，你看长城长着树，真挺漂亮。如果没有树的话，你感觉还能被剃得秃头，对不对？是啊。有树的话，是不是感觉很漂亮？你看咱们前面那个树是个桃树，现在还能开花。那桃花到时候一来长城多好看。对呀、啊，你说是留还是不留呢？我先走了。真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事情。但你说，其实这个真没有对错，没有对错，对。所以我们会选择要采取的方法就是一树一艺。一树一艺。对，你比如说，这个其实工作量很大。很大，就是说我们会判断这个树对长城的影响。嗯。如果它没有很威胁到长城的安全，嗯，我们是可以保留它的。是。但是如果有威胁到长城的安全，我们就要把它去掉。比如说前面那个根，你看它长在那个接缝上，它一顶就坏了，一顶这箱就会倒。所以说我们会有选择性的清除掉。这肯定是最好的做法。最好的做法。但其实就对于老师们工作量就工作量会很大，因为我们要请古建的、请植物的人都要来过来来判断。我们所说的来会诊。会诊就跟医院是一样的，是。所以对这些长城啊，今天虽然长，说到处长城资源那么长那么丰富，但是在长城保护条例的时候就明确规定，就是凡是工程高速路，这个铁路基础设施长距离输送，遇到长城的时候就不许再切断长城，那不许伤害本体，就是表明保护长城的决心。那是，就像中华民族的脊梁嘛。那你不能伤及脊梁。对，所以再就是长城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你要是只是死看硬守保，而没有它进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的话，人们就不喜欢它，觉得跟我现实生活没关系，跟我经济发展没关系，人们就不去修的，它呢慢慢残水的更厉害。另外，利用不能过度旅游开发，把它破坏了，或者造假都不行。所以这个保护也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后来明白，就是传承才是目的。是，灿烂的文化经过我们的手，经过我们的时代，怎么叫它健康的走向未来？对，所以这一句老话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实让它活化起来。对，叫它知道长城保护下来，对于我们现实生活是有用的。对。从怀柔一路向北，无论从哪里出发，都能与长城相遇。
因为长城作为防御工程，不是一道墙，而是一个由边墙、烽燧、敌台、关隘、城堡组成的大型综合性防御体系。随着岁月的前移，那些星罗棋布的关口堡寨渐渐从屯兵驻军形成聚落，也在长城脚下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张老师，哎，我们现在在这个水上是属于就是那个水库吗？对，水库。嗯，它下面有长城是吗？这块没有，待会儿咱们转过去，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能看到了，能看见长城进去又从那边出来。对对对，但是现在这个水库就是给大家游玩的。对对对，划皮划艇，然后快艇、游船都可以。都可以。对，都可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旅游区。嗯，四月份是风花雪月，是吧？好多的桃花啊、梨花啊，您都能看到。然后十月份它是枫叶漫山的这种美景。您目光所及之处全是栗子树，哎呦，真的都是，哎，那上面都是。对，昨天我们还看见幼儿园来团建，对，真的，太有趣了。然后咱们看到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到的这段呢，叫做巨龙卧波，啊，他们这边起的名字啊。行，我们到站了，走，好。我们从这里是也能登长城吗？对，可以可以，没事，你要没登过瘾，今天可以继续，给你留时间。过瘾，只要爬过箭扣都是好汉，爬了箭扣这些就是高速公路了。几位老师跟我一块儿，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呢，就是我们2008年的时候进行这个长城调查，基本上这长城都调查完了，只有这一段有那么一个小小的遗憾，没有进行过调查。所以今天呢，特别有幸，我们请来了两位专业的老师，然后带着咱们一起呢，来调查一下这段水下长城。太好了，两位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水下考古，对，那我特别好奇，水下考古是考什么呢？它主要是对那种淹没在水体以下的这种古代遗迹遗物啊，开展考古工作。那今天这个长城算吗？当然算了，因为就是这一段长城哈、啊，淹没水下以后，就是一直对它的现状不是特别清楚，就说也是今天下去主要这一段长城它的一个保存现状做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啊。因为那个考古水下考古其实反过来的，是考古水下，所以先得有考古专业，对对对，才能下水。所以我们俩估计不行，对，那就只能是大师姐下。大师姐是考古下水，能给办证吗？那好吧，那我们现在下去了解一下这段城墙的一个现状。太好了，不是大师姐，一个只会游蛙泳的同志，这个要准备去潜水。加油啊，张老师！哎呦，谢谢啊，我压力挺大的这个。来，哎，他不戴帽子吗？不用，这个水温还可以。是的，再冷就需要戴帽子了啊。你越放松越好。我知道，我可放松了。对，这算是舒服潜水。第一次潜水看长城的不多，真的不多。真的，我第一次潜水的都不是在游泳池里学的吧？老师，咱们慢慢来啊。啊，我先下啊。老师，你千万不要离开我啊。这叫跨步深入水。好吧。来，戴好你的面镜，然后扬好你的调节器。调节器，下去走下。走下，走下。张老师可以啊。大师姐，我上那个栈道等你啊。好啊。咱们在这互动啊。一会儿见。我去挑。一会儿见。太勇敢了。
猫胖的张锦，猫胖的张锦老师。妈呀，不是看到了，不是一堆鱼吗？谁出来了？哇，快看！张老师，这儿可以说话呀。大师姐，就在你上面，大师姐。好看呐，这里面可好玩了。好玩的都有什么？您看到什么宝贝了？我看到了从这么大一个这么大的石头，有完整的，啊，整的，还有乱七八糟的石头。所以它用料很足，我还以为是块碑呢。太可爱了，你躺在水长城上的水里来看长城，这感觉好像是一般人没有过。这个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怎么样的作业完成的？可以吧？因为今天啊，就是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对，能有一些悬浮，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初步完成了这一段水下长城的一个现状了解吧。对，回去整理。能得到一些影像资料，我觉得还算可以，就是说。建构长城第四期修缮完成。五十勇士在怀柔满地飘香的金秋中，在小院里迎了一件大喜事，兴隆门的拜师仪式。程永茂今天要在这里把瓦刀传给徒弟，同时也将保护长城的重任交到年轻人的手中。希望你们要谨记学艺先学做人，发扬兴隆精神，传扬民族文化。王老师，这是九鬼九，他呢支持我们文化遗产保护，所以万里走单骑亲自参与。谢谢会长啊。哎，各位，听说你们这两天在长城爬上爬下，怎么样？咱们对长城有什么样新的认识？感觉？挺累的。我今天跟尚老师学习到，就是我家里有长城。你家里有长城？吉林啊，以为我家住长城。我家在吉林也有长城啊。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吉林长城的样子，就是一个小土楼。金界豪，金界豪是，可能还没你高呢。对，它原来高，大概都是3米4米那么高，土垒起来的。早期长城都是土的，明代就开始砌砖了。嗯，就以前我也都不知道我们家那边也有长城。对，你们老家有长城，现代长城，而且明长城其实还是真正的根儿，很多地方是从那边过来的。对，戚继光修完那边就过来这边，包括临海。它的作用就是抗洪、抗倭，那边倭寇比较多。倭寇嘛，对，南倭北虏吧。对，所以我知道，好像长城就不只是这一种形式，有好多种形式。是，过去的长城就是有一些误解。认为秦始皇那时候暴政修的长城，有的说跟战争有关，其实呢，有真正的长城呢，可能有时恰恰相反，它是为了防止战争建长城。我们最大的误解大概是认为长城是封闭的，是防范的，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它有沟通的、贯通的，它是文化的，是商业的，是交融的，实际上它是个庞大的系统，我们这两天爬的长城都是明长城，咱们后面这个照片也是明长城，是吧？那咱们现在看看哪些是明代以外的长城。那我举一张，大家猜是哪儿吧？没举一张，这个哪儿？这高难度，这高难度。箭扣，箭扣。真去了，还有也有这么多一堆小房子。门头沟的沿河城。那这些小房子怎么解释？那儿的房子也跟这儿的一样。哦，我昨天在箭扣，我看下去，看它是不是就长这样？没，我老家也这样。对，他们老家也这样。这个，那个甘肃那边没有砖的那种，象山写。象？哇，你专家，你别说象啊，你要去给个明确的答案。不是这个，有的真看不准，看不准。这个。吐鲁番？不是，这名五个字儿，我一下记不住。我觉得不行啊，咱让作者来说吧。作者，咱们作者也在现场，请我们的摄影师杨东老师。
哎呀，各位老师好，杨老师，我是拍长城的摄影师杨东。对，真请来了。哎呀，我就坐这儿了。这真是你一个人拍的吗？对呀，我拍了7年。7年，你知道我拍了多少张照片吗？至少50000张。50000张应该不够。那您猜？一年10万。啊，差不多。我7年拍了50万张。真的假的？来，继续猜。这是刚才说克孜尔嘎哈。对，太多了。是新疆。这适宜。这世界遗产。对。我听专家说，就是长城在和平时期都是两边人做买卖的地方。对，是吧？其实长城它隔绝了，就防止战争，和平状态下它就互通有无，所以这个关其实呢很多都是贸易的口岸。现在说，其实到现在还叫海关嘛？海关嘛。对。刚刚我看到了这张照片，不知道是哪，它是战国秦长城。战国秦不是秦代的长城，宁夏固阳的。这个是我们所有这些照片里面应该最早的，是吧？对啊。长城呢？哪个是？就是这个小徒步。都已经都塌了，是吧？塌了，就风化了，它风化了。哦，我拿这些都有意思的照片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长城吗？这是一个教堂。对啊，它后面是长城，你看。你是把那个土墙都当长城来称呼了？这是长城。对，那个。汉代的长城都是土城，这土城呢就是大自然的这个风化也好，它慢慢的很有的地儿已经是一块一块的，有的地儿呢已经就是变得很低的这样的土墙了。那我有个问题，那什么叫长城？就是古代的军事防疫工程，这个的总称就是长城。但是它各种不同的建筑形式不一样，建筑形式，这是也是我们对长城的一个不断的深化认识，所以就说呢，有狭义的长城，哈，和这个广义的长城啊。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文化的一个宣传，因为我们在今年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大家看到谷爱凌在比赛那个赛道啊，就是破面障碍，就是用长城的形状去修建的这个赛道。当时是世界的一个大家聚焦的一个点。说一个比较实在的，前段时间这重庆山火，然后呢就很多摩托车就上山了，大家会觉得是摩托车，就这个队，大家会把它象征为防火长城。对，比如说它有很多的这种词，前缀加个什么，后面就加个长城，所以我就觉得长城以前是个名词，但对于我现在来说，我觉得它像个形容词。所以我觉得就像你现在拍的这么多照片，我觉得就是一个形容词，它代表了一种中国人，它中国人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寄托。那它可以很美，可以很壮观，可以有无数个形容词，但你最后你愿意把它放在一起说啊，长城这样子。我们说的众志成城是不是就说的是长城？众志成城是啊。还有自强不息。对，就是像长城一样。你比如像这个抗洪救灾，对，抗震救灾，对，它就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对，所以它就被形容是中华民族我们这个精神脊梁。我们这一期啊，我们每一个适宜地都有一个适宜色，我也给各位老师揭晓一下我们对于长城的适宜色，就是这张卡片。我们长城的颜色就叫做赭石色，赭石色，国画的基本色。对，因为赭石色其实是代表着我们土地的颜色，土地也养育了我们华夏儿女，而且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安定，有着家园的象征意义，所以赭石色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很高。所以这个作为我们长城的适宜色，很漂亮。好，那老师们，我们伴着歌声一起看看美丽的长城。我给你伴个曲儿吧。好。哇！长亭啊，古道边，芳草依。
夕阳山外山。21,196.18千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真的是很黑哈、啊。今天我就带你们来看。微博搜索“万里早餐起”话题也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网友们一起边看边聊。这山好漂亮。这里面的空气真好。可以根据你们的理解，去看看。怎么可能会是热带雨林当中的这一个习惯？这是一个景观了。对，保护这个蝉鸣，它的种群最少的时候不到十只啊。我们还能听到原叫吗？现在太阳都出来了。五指山就是要看一个南热带雨林，一个黎族历史存在。我们的黎族在这创造灿烂的文化，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今后走向世界的本钱。